它就会加速打开我们的这个筋膜的开合。那筋膜是有间质干细胞，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呢。那经过拍打呢，能够让我们的阳气汇到我们的丹田里面。这套健身气功整个时间应该是在30分钟啊，28分钟、29分钟。那我们这个是为了表演版，是浓缩到12分钟。所以刚开始的会后放松，来，我们做背面式。这个动作闭气是3秒，然后吐气跟吸气是6秒。那借着你脊椎的前弯后仰呢，去拉通你背后的髋关节跟督脉。那督脉是我们的能量的汇集哦，各位都知道庄子里面讲，元都以为精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身，可以养心，可以静眠。那透过这个拉伸呢，把我们的督脉跟髋关节给疏通。那如果说长期有这种腰痛跟背痛的人，长久习练可以去舒缓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健身气功的动作它比较简单，但是相对就是持续练习以后，去感觉气劲在身体的流动。那这个动作就是肚子要 hold 住嘛。那如果像有五十肩的人，或者是你的肩胛骨不平均的人，手拉起来，手心是没办法对着天花板。两只手没办法拉到耳朵的两侧，那在调的时候呢，可以让你的脊椎一节一节的放松，那调整脊椎两侧的肌肉张力。这个是改编自八段锦里面的两手托肩顶三焦。那三焦就所谓的上焦、中焦跟下焦，上焦是心肺，中焦是肝胆脾胃，下焦就是我们的泌尿系统跟排泄系统。各位在身体健康检查都会有一个心肺功能检查，对不对？那它因为是木火土金水，当心脾胃肾，所以呢，心属火。那心脏功能要强呢，你要有适当的氧气的供应，所以心跟肺的功能就会互相影响的。那这个动作呢，是借着吸气把你的胸膛拉开，让你的肺部的软组织再回到弹性的阶段，那将滤泡充分展开，得到充分的血液含氧量的供应，那让你的血氧量增加。血氧量增加呢，你会觉得头比较清楚，不会头昏昏的，然后头昏脑胀，那记忆力也会比较好一点。这个动作呢，就是借着我们的负压的增加，把我们的丹田气压在筋骨皮上面。那《黄帝内经》讲，筋长一寸，寿延10年。所以呢，七八肝气衰，筋不能动。七八是56岁，所以56岁之后，你的肝气往下走以后，筋开始发硬。那中医讲，万病之源来自于筋缩。所以呢，筋就是要保持柔软、柔韧的一个阶段。那我们就是用丹田气压迫，然后让它去滋养我们的筋骨皮。
所以各位可以知道，气功其实它的动作相对跟拳击相对简单啊，只是说它的重复性可以一直做，然后让你的身体呢能够感应到这个气的流动跟你的呼吸量的增加。中骨迎门穴，然后食指翘起来是我的大肠经，那肺经跟大肠经互为表里。从膻中压当穴到会阴到九里涌泉，导气下行。膻中压丹田到会阴到九里涌泉，就这样哈，我们谢谢大家，谢谢。